殺し合いには慣れてる。森で頼れるのは己の力とこの刃だけだ。群れるつもりはない。俺は一人で十分だ。王は感情に流されてはならない。哈喽大家好，你们的朋友齐老爷。北京时间2020年10月25号，咱们现在是在体验服郑元畅大佬的号上。那大家都知道新式神初灵山峰马上就要来了，伴随 SP 山峰的到来，经典活动超鬼王哦，他终于是又来了。那这一次体验服超鬼王是改动了不少啊，咱们先来看一看改动都有哪些，以及都有哪些利弊呢。首先说一个特别好评的改动，备受诟病的发现模式，现在改为通关探索觉醒御魂（括号不含月圆火，副本有几率掉落消之雨，最多可储存99片消之雨），而消耗3片消之雨可以去搜索到超鬼王。这个真的是改动蛮好的，对于学生党还有射手党来说，你可以在忙的时候挂着鹰饼，挂探索，挂觉醒，挂御魂，而在闲的时候慢慢的一口气去干超鬼王。那有几个注意的点，估摸也是大家想要知道的。第一，掉落的概率怎么样呢？我问了一下体验服的语言大佬，反馈是他刷了30把魂土出了26个羽毛，99次魂土出了75个羽毛。那刚刚也有说啊，每3个羽毛可以发现1次超鬼王。按照规则的介绍，前50个羽毛是有掉落加成的，每天最多可以获得150片，但存储上限为99片，所以要规划好刷和用。这是第一个不错的更新。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点进超鬼王啊，会看到这个可爱的 Q 版山峰一直在和狼妖厮杀。那这个呢是一个挂机奖励，它的这一个厮杀会自动的把奖励给存储到密林这里，上线之后可以直接点击领取，就是不管你在不在线啊，都会有一个挂机锦上添花的奖励。第三个呢是在超鬼王的特工中有所改变，与以往每日的仅有几个特工不同，那这一次官方是说把所有的式神都做成了特工式神，特工式神每天0点更新，所有特工式神统一是攻防提升 50%， 这个是有利有弊的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的时候是有妖灵的设定啊，当时啊拉九吞、拉书翁啊，拉这种热门式神的妖灵也算是超鬼王的一大乐趣。那现在呢，妖灵统一是没了，那这个数值也有所降低啊，是变成了50%，每天0点会刷新新的特工式神。但这一个50%，它不止特工那里啊，还有一个地方叫潜能，潜能这里呢还可以再提高一部分啊，我们可以通过山峰这个类似于技能点去给水系啊、日系啊、土系啊等等各方面进一步的去提高。所以综合来说呢，就是效果比以前弱了一些，但是获取难度比以前要降低了不少，因为刷妖灵是一个既有乐趣然后又有那么一点痛苦的事情吧。那这个潜能呢是通过击杀5只、10只、20只、40只啊获得狼牙挂坠，通过这一个呢可以去给它点一个类似于技能点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小包包括像初灵山峰的攻击提升 60% 的概率无视 50% 防御等等，点到下边呢还会有一个特殊的潜能，比如说有一个暴风雪，哎，是男人就打王两暴风雪，可以说是一个官方玩梗了。那这是一个潜能的体系。宝库呢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获取奖励了啊，大概来看一下，在这个里边呢我大概算了一下，体力分别有30乘以100、3000，然后3000点体力，再往下呢这里有6000点体力，也就是9000，以及再加上1500，差不多10500这样的体力。除了这些之外，像黑蛋呀、皮肤啊、SPSSR 召唤券啊，这些也是都有的。那这个皮肤不知道大家能打几分啊，如果要是满分10分的话，哎，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新的这个新皮肤，我觉得应该是能打到8到9分的啊。之所以没打满分是怕狗策划骄傲。好的，那上面是说了一些比较不错的优化，接下来聊一聊没有那么好或者说比较有争议的一些优化啊。第一个，蹭分的机制是有大幅改动，目前改成每日上线将获得战利品，战利品包括超鬼王积分与道具奖励，战利品由昨日前20名好友击杀超鬼王获得的超鬼王积分来决定。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原来你所有好友都能蹭分，现在改成了只能蹭前20名好友的积分。这个改动呢我觉得是有利有弊吧。我们以两条微博评论给大家看一下啊，由于这都是在我微博下边公开的评论啊，所以 ID 我就不打码了，大家就事论事啊，只是讨论这个机制的改动，不要有人身攻击，不要有对人的攻击啊。来自不可爱的新妹，蹭分机制是真的很离谱，原本我可以蹭100个人的分，现在直接砍掉80个，不就等于变相减少奖励吗？萌新可能觉得那点分数很少，但作为老玩家耕地真的是被砍了很大一部分收益。好，这个是旗帜鲜明的表示，这一个是负向优化。
那再看一下啊，风哥水影这位朋友表示，对我来说蹭分机制是正向优化，终于不用费劲删好友加好友了，保持20多个跟自己干度差不多的互相蹭分的好友，留20个位置给提供鬼王的萌新，剩下一半好友位可以放心留给不甘的咸鱼熟人，再也不用纠结咸鱼占位的问题了。这是同一个改动啊，来自两方截然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大家觉得这个改动究竟是正向还是负面的呢？不妨在弹幕中也来分享一下。那以我的感觉的话，我觉得啊，毕竟现在超鬼王才刚开一两个小时，你就像那位觉得是负面的朋友，他觉得收益低了很多，但是那前20名好友他的这一个蹭分的机制比例有没有改变呢？会不会比以前多一些呢？数值上有没有一些优化呢？这些其实是不知道的，因为是第一天嘛，你还看不到前20位好友究竟蹭分是怎么样的。所以我的感觉是，目前来看是一个有利有弊的改善。究竟这个20位能给我们获取多少积分？它给这个蹭分机制带来是什么样改变？我想在第三天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感受啊。接下来的第二个，也是刚刚有提到的，就是10的机制没了，所有的变成一刀切。攻防提升50%，那这个优化呢，它的坏处就是数值没有之前那么强力了，好处呢也是像刚刚说的，获取的难度低了一些，对于练度没那么高的朋友来说，活动的难度有所降低，更加友好。再有呢，就是第三点，超鬼王的低星感觉更肉了一些。我们用一次超鬼王发现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啊，比如这是一个异形的超鬼王，点进来大家感受一下和之前有什么不同啊，这里都已经配好阵容了，因为今天孤鹤鸟是有特工，而且孤鹤鸟在体验服是迎来了一波加强，所以在这儿啊，难得我们用这个刚刚买了典藏皮肤的鸟姐来感受一下，看一下这个是异星啊，异星的难度。我们来看一下两只鸟姐的属性啊，也给大家做一个大概的参考。一只鸟姐是满暴击260爆伤的真女歌姬，另外一只是254爆伤的真女歌姬，可以说这个配置还是非常顶级的。来，我们这里又发现了一只3星的追月神啊，再来看一下3星的这一个难度。当然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体验服的活动往往在上到正日服之前是会有所改变的啊，不管是你觉得正向的优化还是负面的优化，都是有可能会调整的，尤其是那些让玩家觉得可能没有那么舒服的优化啊，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所以来说呢，现在更多的是做一个参考，看一下这个3星啊，大家感觉一下这个肉度的变化如何。还有就是这次超鬼王是有一个小的变化，就是阴阳师改为了 SP 山峰。 SP 山峰有3个技能啊，分别是消耗2鬼火对目标攻击4次的蓝，消耗0鬼火在控制效果被驱散或接触消失时的拉条以及伤害的提升，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用的普攻。估摸等着到了高星的时候，中间这个令应该是有所作用的啊，尤其是对面有控制的时候，感觉这个低星真的是肉了不少啊。这样的一个配置打3星，打到现在的话还有1分钟，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这个阵容没有选好啊。关于超鬼王的一些阵容呢，我这两天也是会在体验服和郑元畅大佬还有蓝大佬啊去多多的做一些测试，后面呢也会择机去给大家做一些推荐，有需要的朋友也请记得多多关注，一键三连，点赞收藏，谢谢朋友们。感觉真的是肉了不少啊，打了这个一轮 boss 还有340万的血量，我的天，差不多3星不开强力的话需要2轮吧。
样是两轮啊，可以把这个三星的炒股王给打死。那今天的视频到这就接近尾声了啊，更多的细节呢，咱们再在接下来慢慢的一一体验。感谢大家的关注、观看还有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